大家真係用熱烈嘅掌聲歡迎李導演。咁啊，今日個題目係乜嘢啊？如何裝備自己啊？進身咩話？演藝行業啊？哇，真係犀利啊！即係其實進入演藝行業係要啲咩嘅咧？有咩必須嘅咧？樣靚。頭先啊，同學仔都話靚咪得咯，咪靚點為之叫靚咧？咁啊，其實咧靚係有標準嘅。唔好望住我，我梗係唔夠靚啦，係嘛？咁但係原來咧，所謂靚咧就係究竟你嘅五官合唔合乎比例？原來咧兩隻眼嘅距離，同埋你嘅鼻，同埋你嘅嘴唇啊，都係有一啲特定嘅比例。而其中有一啲咧，就算你唔識呢啲咁樣嘅黃金比例都好啦。唔該你自己翻屋企啦，去對住塊鏡睇下你嗰個左邊面同右邊面咧平唔平衡，對唔對稱？你翻屋企攞一張相，攞張相咪最容易嘅。你遮住嗰個叫做左邊面，跟住然後跟住再遮住你嗰個右邊面。其實啊，大部分啊90% 以上嘅人啊，左邊面同右邊面係唔對稱。邊個對稱啊？張曼玉咪對稱啦。靚人啊，張國榮啊，張國榮都好對稱啊，即係左邊面同右邊面係好合乎比例。但係有啲人咧係左邊面同右邊面咧係非常唔合乎比例嘅，係好明顯係哇左邊面肥咁多，咩右邊面肥咁即係爭咁遠嘅。咁當然呢啲只不過係一啲好基本嘅，我哋去評定所謂靚同埋唔靚。究竟怎樣才能夠裝備到自己做一個叫做幕前的演出呢？有沒有誰做過 model 的？有誰做過 model 啊？現在通街都是 model 的，怎為之叫 model 啊？做 model 呢，現在很多女孩子就說，喂，我做 model， 做 model 的意思是什麼呢？原來做 model 呢，它是不需要說話的，那我隨便找一個出來做 model 先啊。反正你站得那麼近，我想你出來做一下 model 先。他真的是 model 來的，是嗎？哦，好厲害啊， model 你好啊，怎麼稱呼啊？叫我子晴啊。哦，子晴啊， OK， model 麻煩你啦，你站在那裡。原來呢 model 呢，他有些作用的，一是就 sell 件衣服，又或者現在呢很多報紙啊雜誌呢都做什麼呢？他 sell 一些 product 啊， OK， 我當啊，這個是一個 product 啊。麻煩你即是擺個很漂亮的 pose 去 sell 下這個 product。這個是一個麥克風， OK， 你擺好個 pose 先，擺個 pose， 是的，擺個 pose， OK， 好，現在呢，如果作為一個 model， 首先我們要找一下呢，它有沒有什麼角度是漂亮的先，角度啊，等一下，好好好，是這樣，是的，好，我覺得呢，它這個位置呢，這個四六位是 OK 挺漂亮的，這樣，但是呢， model 的意思就是它只是擺個 pose 而已，只有個樣子而已。你試下講兩句嘢聽下，我叫咩名咁啊？你試下。我叫蘇子晴。蘇子晴，都 OK， 都咬住幾清楚。介紹下自己，介紹下自己讀咩學校啊？咁得唔得？我喺李寶春聯合世界書院度讀書，今年中七。哦，今年中七。係啦。我覺得佢都幾大膽，都口齒都好伶俐，所以咧，我覺得佢唔只係一個 model。因為有些咧，有啲 model 係點咧？你可唔可以講對白啊？有啲係咁嘅，有啲 model 係即係衰到咁樣嘅喎，嗌佢講嘅。咁呢啲唔講得嘢嘅 model 係做咩咧？就係專係係啦，拍冇錯啦，就拍硬照，擺 pose， 攞住呢個咁啊，可以送俾人咁啦，係啦，係擺喺啲 pose 笑，最叻笑。笑太多，個嘴合埋少少，係啦係啦，開翻少少，係啦係啦係，笑唔好笑咁多，笑啲咁多，係啦。喂，model 啊嘛，model 就係見樣嘅啫嘛，唔需要出聲嘅，就係俾個咁嘅樣。但係咧，你淨係見樣咧，OK， 你而家係笑樣嘛，好做個慘情樣，即係好唔開心嘅樣，再唔開心啲，可唔可以再唔開心啲？嬲樣夠唔夠嬲啊？俾掌聲佢啊！多謝多謝多謝。
嗱，頭先咧就 show 咗咩咧 ？model 咁啊，靠個樣嘅啫嘛，唔使講嘢。好 ，OK， 唔該你翻去啊。首先啊，做 model 嘅最基本嘅條件係咩啊？首先有一個叫健康嘅膚色啊，即係你唔好管嘢暗瘡咁，好難做 model 噶，係嘛？五官端正，五官端正的意思就是你左邊有隻眼，右邊有隻眼，咁係人都有嘅啦。咁但係有啲人咧，唔知點解隻眼係隔得比較開啲，亦都有啲人咧，唔知點解隻眼咧生得埋啲啊。有啲個鼻又唔知大啲，有啲又細啲嘅嘛。啊，五官端正啊，然之後咧，健康嘅皮膚啊，咁咧你就有條件，嗱有條件去做一個 model。個 model 咧，除咗係個樣子之外咧，唔該喜怒哀樂。咁你都要識做㗎，咁啊雖然拍硬照啫，你都要表達啲情緒㗎。OK， 唔該你翻去屋企嗰度咧，試下對住塊鏡，睇下你識唔識做一啲叫做喜怒哀樂啲基本嘅情緒。然之後，如果啊，好似呢位妹妹咁樣，咦，講嘢都得喎，可能咧你有得拍廣告啊。好一班後生仔咁去西游水咁樣啊，嘻哈哈咁玩下咁樣嗰啲啦嚇啊，可以講下嘢嘅啊。如果你話喂唔得啊，我講嘢唔得嘅，我好怕醜嘅，對唔住你只能夠做硬照。好，你開始講下嘢得啦。好啦，不如做演員啦，好唔好啊？你可以做演員喎，你識得記對白喎。好，然之後咧，原來咧，如果呢度啊係一個劇本啊，阿妹妹我問你啊，你。如果呢個係一個劇本，一張紙嘅劇本，你要幾耐先記得曬咧？嗰啲台詞，如果一頁咁嘅劇本，你估你要需要幾耐要記得曬？兩個鐘，兩三個鐘咯。好嗱，呢啲演員咧就一腳踢走啦，嘥成兩三個鐘頭先至記得曬。我一日如果喺電視台要拍十幾場戲嘅，阿佘詩曼啊，記到啲台詞未啊？等等先啦，俾多個鐘頭我啦，咁啊，大家咧就睇下等啊，佘詩曼咯，記台詞咯。原來嗰啲藝員好犀利，佢一日拍十幾場戲，好似呢啲咁樣一頁紙啊，當一頁紙嘅對白啊。我哋嘅通常嘅做法係咩咧？好嚟對台詞，對台詞先，對一次，跟住行位一次，跟住再 OK 啦。行埋一次得啦嘛，好，再行多次，我哋拍啦。咁嘥幾耐啊？我諗係兩三個字到啦。咁阿妹妹，如果你要兩三個鐘頭先記到咧，就似乎真係要裝備下自己事啊。所以首先咧，都唔好話我好想去做藝員，先咧就喺學校、喺社區中心或者喺。其他啲咁嘅團體嗰度試下咩？喂，排下話劇先啦。嗱，好多地方都話有啲話劇啦，有啲 drama 啦嚇，咁啊試下玩下先，睇下咩一回事先啦。然之後跟住唔該，有啲朋友咧原來要拍攝嘅，嗌你幫手，你又去試下先。喂，喺個旺角街嗰度，你啊而家咧就扮演咧同嗰個男仔咧就嗌交，好嚟試下啦。好多人都唔係咁好意思喎，話啲人唔好望啦，啲人你試下，邊有得話唔望先得嘅？哇！咁多人望住你，要我喺度表演咩？整啲表情咪好尷尬。係啊，係好尷尬。所以咧，做藝員咧有一樣嘢，你係要裝備，或者你要有一個心理準備，你自己做唔做得一樣嘢係咩咧？明明而家呢度好多人嘅，但要幻想呢度係夜晚。晚上個森林有啲烏鴉喺度叫，話突然間有啲閃電咁啊！做藝員係可以好容易咁去就抽身出嚟，佢唔理你現場咩環境都好。喂，而家我哋幻想呢度係一個森林，本就去咗森林㗎啦～